有一年就是那毕业就要干嘛当那个健身教练，应该是做健身，健身业。国中是想要考美术班的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术科考说就是说考生里面考前十名，而然后学科其实综合下去也有上，可是就是智力测验没有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还要智力测验？因为我想要研究所的时候再考。可以吗？谢谢。希望你以后能有很好的成绩。可是你真的去加州吗？如果你不去加州的话，宝宝以后找些家里都找不到。就是我会想去加州。没有人想，可是你已经确定？没有确定。没有确定。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新鲁吃这次的晚餐，然后跟他聊天以后，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切、很平易近人的人，然后不会有那种大明星给人家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有距离的感觉。然后很高兴能认识他。就跟小可爱吃完饭，叫小可爱应该很熟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蛮可爱的，然后是一个就感觉很乖的一个小男生。知道他现在的就是一个算是志向吧，就是朝这种健美啊、健身这边在发展啊，然后会参加很多比赛，然后在这边也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绩。